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今天是周三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非常非常简单的，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昨天到今天中午澳洲时间12点钟，全世界股市上涨，美元上涨，黄金下跌。在今天中午12点钟以后，整个市场发生反转，换句话说，全球股市下跌，美元下跌，黄金上涨。这个就是过去24小时的情况啊。毫无疑问，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大选目前是出人意料的反转局面啊。那么今天关注的重点，毫无疑问唯一的重点啊，别的什么都不用看，就是美国大选。在今天中午12点钟之前，世界上几乎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希拉里会获胜。但是从现在的选票情况来看，虽然截止现在我录视频的时候，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目前特朗普的选票依然是非常领先，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有大约是90%以上的几率啊，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么与之相比，其他的比如说今天晚上美国原油储量数据，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啊，都是小数据。所以今天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啊。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是目前资源价格上涨，第二就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美国大选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变化。那我们看到呢，最近的这个资源价格都出现了巨大的反弹啊，这对于我们生活在澳洲的投资者或者是朋友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啊，毫无疑问的是呢，首先我们在过去一两个月是看到的，先从煤炭开始啊，焦煤啊，动力煤，钢铁，到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为啊这个石油，包括呢啊像现在的最近几天，铝、铜等等工业用料。都出现了连续上涨。那其中这个铜啊，到今天中午12点钟为止啊，是出现了一个连续12天的连涨啊，这也是让这个包括了沪铜，就是上海铜，以及呢伦敦铜，就是英国的伦敦铜啊，都创出了今年的新高。那么在这个资源和工业用料价格不断上涨的背后，其主要原因毫无疑问还是来自于中国天量的人民币增发啊，也就是说中国用天量的资金啊，人为的堆砌出了一个现在呢这个资源价格上涨的局面啊。那么在这其中呢，当然了也是不断的有人，特别是国外的这个投机商，也来搭这个免费的顺风车啊。既然有国家或者说有这个金主愿意砸钱啊，把这个资源价格推起来，特别是在没有需求的实际需求的情况之下把它推起来，那这种投机的行为当然会吸引来华尔街啊，鲨鱼啊也好，饿狼也好啊，都可以这么说，他们这种嗜血成性的这种投机风格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啊，我们知道澳洲是什么情况，澳洲在中国就叫做煤老板啊，就是矿老板啊。澳洲的中部呢什么都没有，都是沙子，种什么活不了什么，但有的呢就是铁矿石、矿产、铜啊、煤这些东西，澳洲不缺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些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那么作为我们澳洲的不论是投资者也好，还是生活在澳洲的居民也好，应该说你的脸上应该是乐开了花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投资股票，现在呢基本上矿业股是明显的翻的上涨啊。如果你没有投资股票，那么在现在资源价格大涨的背后，所有的澳元资产都将会上涨啊。什么叫做澳元资产？就是澳元的这个货币啊，包括了澳洲的，理论上来说澳洲的股票以及澳洲的不动产啊，土地都会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啊。所以说我们生活在澳洲的投资这个朋友们来说啊，或者说你任何一个生活在一个以出产资源和矿产为主的国家啊，那么现在你都会比较幸福啊，比较幸福。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目前的情况。您看你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大家都是假设希拉里会当选总统啊。我们先不去管希拉里当选总统是不是好事还是坏事，那由于他是民主党，因此他会继续延续现在啊奥巴马的8年以来的一些主要政策啊。那么这个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来说呢，啊，我们在意的是这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啊。你如果真的政策好坏，那么另当别论，但至少你不能出现大的幺蛾子。我们说的幺蛾子意思呢，就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由此我们把话题就引申到今天的这个美国大选中啊。那么整一个对于整一个世界来说呢，啊，今天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大选啊。那么应该来说的话呢，你要是换一个人不是特朗普还没这么严重啊，关键呢就是特朗普这个人的说话太没有章法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简直可以和菲律宾现在总统去媲美啊，除了没有说脏话以外啊。所以请这样的人上台呢，他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新的政策啊，会出一些什么离奇的或者说极端的话啊。所以说金融市场它其实并不在意是这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那关键呢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啊，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上台。你要把特朗普换成小布什完全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害怕的是特朗普。那我本人其实是非常希望这次美国人不要犯英国人的错误啊，因为到头损失的其实呢还是普通民众啊，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里面绝大部分是投在股市里的，因此特朗普上台股市会剧烈下跌啊，他们自己的财富会被啊这个消耗掉，或者说下跌，或者说财富会流失啊。但是我们说到呢，民众绝大部分美国的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投资啊，银行里有3个月的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大部分人啊，对于财富呢，都是有一种仇富的心态啊，感觉呢，普通劳动人民累死累活赚的这个钱都被你们华尔街或者说人其他的这个啊金融投资人搞去了，所以其实呢啊，他们对于这个搞金融投资，从本性上来说还是比较抵触的。说远一点啊，我们近回来说。现在美国两个候选人，一个是骗子，一个是疯子啊，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啊。但是如果要在两个人中来选啊，我们属于是矮个儿的里面挑高个儿啊。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希望希拉里上台啊。反正哪个政治家都是骗嘛，是吧？啊，你也骗我，我也骗我，那就看谁给我的钱多了，是吧？说一套做一套，本身就是政治家的家常便饭。那所以如果希拉里能够上台，那么我们将会迎来股市的反弹啊，同时美元的继续上涨。但是如果这个特朗普上台，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特朗普肯定不能说肯定吧，绝大部分可能他真的要上台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的股市都在下跌。那么观看这我们现在视频的绝大部分海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投资者，我们的养老金在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缩水至少3%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养老金，10,000的现在缩成了97,000啊，最少缩水3%。而且呢，特朗普以后的上台将在短期之内造成股市的持续下跌。那么对此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政策可以应对呢？毫无疑问，在未来一段时间，黄金会继续上涨，股市会继续下跌，同时美元也会出现连续的下跌。所以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不希望特朗普上台。但是如果非常不幸的，现在看来还是真的他要上的话，我也是非常无语。那美国人傻呢就算了啊，这个美国人英国人做了一次傻事，美国人现在也再做一次，这毫无疑问就说明啊，现在这极端的民粹主义啊又在影响政治，或者说换句话说呢，是感性胜过了理性啊。废话不多，毫无疑问现在呢疯子要上台了啊，我们要准备好长期看涨黄金，至少短期之内欧美的股市
将会遭遇重大的下挫。长期我本人实话实说看不到。另外呢，美元对于其他的非美货币来说，除了澳元以外也会有短期的下跌。那么至于今天的这个技术层面，我们今天呢再说一次，并不适合大家做交易啊，所以我本人不做任何的策略分析，我们等最终的结果出来看明天啊，今天晚上会怎么样再看吧。今天白天市场已经这么波动，晚上毫无疑问会更加的波动，所以大家千万要保重啊，尽量锁住不要动啊，明天我们再来看机会。在这个乱局纷纷的市场里面，我们看看有什么我们还可以谨慎考虑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 我们明天再见。